大家好，我是小智。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一份让人分泌口水的韩式拌面啊，浓郁的色泽看着就很好吃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也就跟着做了。结论呢，就是真好吃。那有兴趣的话，你跟着视频往下做啊，回头呢再来补赞。我还想做一个脆脆的香辣藕片搭配着吃，万能酱汁呢我也会分享给你们的。拌面酱呢，记住左侧字幕的调料啊。和原作者配方不同的是啊，我把辛拉面里面的调味包也加进去了。灵感是呢，我做部队火锅的时候是这样调的，结果呢味道还很不错。搅拌上色之后，关火撒一点白芝麻就可以开饭了。这个爽口的小凉菜啊，酱汁拌黄瓜或者海带都是很香的。这个小配方呢，你们可以截图保存一下。一包泡面不够呢，还有淋糕来凑。拌面酱汁浓稠，但是它并不重口啊，而浓郁的口感里面还有略微香甜，很和谐。我都觉得自己可连续吃上3天不带腻了。